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阿姨。好多的网友、粉丝朋友们都想拥有一台既能打豆浆又能磨干粉的那么一台破壁机。今天给大家找到了，不光是能磨豆浆，还能磨粉，它还是一个清音的破壁机。因为有这个罩子，隔离了这个噪声，所以是清音的破壁机。这个破壁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配备了2把刀头，你看里边这个现在安装的这个是8叶的，它可以打豆浆啊，打米糊啊，就是打那些加水的啊，还配备了什么呢？一个这个样的刀，这个就是咱们磨粉或是打冰沙，就用这个可以互换。它还是一个大容量的破壁机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杯子，最大容量是1500毫升。按照食谱咱今天不打这个黄豆浆了啊，咱打一个下火的绿豆沙，绿豆100克，冰糖50克，大米50克，水1000毫升。我也不放冰糖，一会儿我打完以后我放蜂蜜，50克的大米。好嘞，这个绿豆和这个米不用提前泡啊，咱就打这个干豆就行。先加入1000毫升的水，把头洗干净的这个绿豆和大米给它放进来，盖上盖子，把这个隔音罩给它盖上。这是一个显示屏，这有一个拨钮，可以选择它的功能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花茶、豆浆、果汁、研磨、浓汤、绵粥、米糊，咱就选这个豆浆，点这个启动。这是破壁的声音，你看声音都不大。时间到了，自动保温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细腻无渣的哈，非常的细腻。下火绿豆沙打完了，出来这么多杯哈，够1家4口人喝的吧？很多人都提出来一个问题，就说我们那个打完豆浆啊，或者其他米糊的哈，刷得干净吗？里边那个刀下边看不见，会不会藏污纳垢？现在越来越先进啊！你看它配备了一个这个底座，还有一个这个小工具，可以把这个刀啊给它拧下来清洗。配的这个底座就是为了换刀用的啊。我们把这个放在这儿，用这小工具，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刀往逆时针一拧，这个刀就下来了。随机呢，还赠送了一个这个海绵擦，一个小刷子，还有一个小量桶，这样刷起来不就很干净吗？是吧？看了吗？安装刀也是啊，把这个底座给它做好了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再锁紧。给大家再磨一个小米面儿啊，把小米倒到破壁机里边，选研磨，磨好了。哎呦，大家看一下，多细呀！看看这盖上的点儿。小米面儿啊，拿着小米面儿蒸点那个窝头吃，看看。用椴树蜜代替冰糖，加到这个绿豆沙里。品尝品尝这个下火的绿豆沙啊，太美妙了。绿豆的清香和花香味儿，蜂蜜有一种花香味儿，结合到一起，浓香浓香的，非常非常的好喝，而且细腻无渣，一点渣都没有。这要是给老人和孩子喝，那太好了。咱们这个破壁机不光是能打这个豆浆啊、米糊啊，还有磨各种那个粉哈。咱们你看老年人啊，有的人就特别喜欢一些那个中草药哈，也需要磨粉。哎，咱们这破壁机就能打粉啊。这破壁机呢，还好多功能了，后面我慢慢分享吧。
这款安本素的这个破壁机哈，粉丝价是389元，大家可千万不要买贵啊！如果超出这个价钱，和客服说是恩娜姨的粉丝，就会给您389元。我把它的购买链接呢放到橱窗里，我也放到视频的下方，方便大家购买。今天的视频分享呢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